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继续玩我们的小小梦魇哈。那继上一集呢，我们被一个胖子追到这边之后呢，我们就现在到了这个地方。那老头呢，也不了解这个剧情到底是怎么去发展的、哦。那我有上网去查，大概是稍微略懂了啊。如果你们真的也看不懂这游戏在做什么，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啊，会有一些相关的专家去替你解读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。好啦，不要啰嗦，我们开始。我们成功逃离这个小肥仔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往这个地方走，爬这个超级大根的水管，应该他是不会再追来的吧？我们到这地方是怎样？怎么这么亮啊？难道说逃出升天要完结的吗？这是一个很长的长梯，难道说我们要过关了？我们要过关了？会吗？我们会过关吗？爬啊爬啊爬啊，快爬哦，快爬哦！该不会掉什么东西从后面爬上来追我吧？应该是不会吧？我们上来了，来咯！哦，也太亮了吧！我的天啊！而且要怎么过？爬那个铁链吗？这个铁链怎么对啊？对不到啊，死掉了！对一下铁链啊！它的设计真的很烂欸。这个铁链，有啦，有抓到了。你要稍微往里面跳一下才会抓得到、欸。我往右边跳就抓不到了。是往上爬吗？看样子像是往上欸。对啊，真的在往上爬。这是一艘很大的船欸。然后你看那个船，好像有很多人走到我们的船上了。别烧船走到我们这边来了，虽然看来有点不舒服，因为太亮又很模糊，但是好像是旅客的样子吧，然后我依然继续的在爬，超级大，哇，这么大的一艘船，里面应该可以容纳好几百个人吧，是不是？那些旅客看起来都好肥哦，怎么每个都那么胖啊？为什么每个人那么胖呢？真的、欸，你看都是肥仔哎、欸、，What happened？ 为什么每一个都不足足啊呢？想弄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不懂哎、欸，算了，不管了。还要到下一个传送点，所以说这样的用意到底是什么？不了解。好的，我们探出了我们的头下来了。到了这个地方了，怎么有地震的感觉啊？来，统统把它拉掉。不用拉，拉一个就好了。快点哦！这里是哪里？哇，他们在下面走路是不是？地震哦！真的呢，是他们走路造成的地震呢，也太恐怖了吧！这样他会不会看到我啊 ？Hello， 不会，完全不想看我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我们还是往这边爬下来好了。不能爬下去哦。他们在干嘛啊？哇，全部都肿得跟球一样！我的天啊，这种身材我绝对会想要让自己瘦，不然实在太难过了。哇，每个都这样子是怎么回事啊 ？Hello， 哇，大鱼大肉他们都来这边吃的、哦，这么好都不用钱，那我肚子饿我也可以吃这个啊，对不对？肚子饿吃这个就好了。Hey man。Hello， 我碰到你，你会怎样？他只顾了吃是有多饿啊！我的天啊，每一间都在吃东西。Oh my god，Holy shit！ 我的天啊！他不是吃肉，他连我也吃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有没有这么扯啊？他吃我干嘛啊？桌上的东西不吃，吃我？有毛病啊！哎呀！不要啊，大哥！全部都在那边！不要啊，爬过来啦！要看到我也想吃 ！Oh my god！天啊，他们是猪吗？原来是这样，在干嘛？
抓他的衣服吗？他都完全不理我Hello， 我很好吃哦，快来吃我哦。啊，这个是上面有一个门，这该不会真的大摇大摆这样上去吧？好吧，果然是大摇大摆，可是他们太肥了，所以他们抓不到我。哈哈，笑你嫩。来啊，你的手在抖什么？啊，我跳，抓我啊，笨蛋！啊，满身是肥油！啊，吃这么多干嘛？吃这么多 ？No！ 哎呦，我居然没事，太好了！这位女士，你吃你桌上的东西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好吃，我又不可口，知道吗？卖给我，卖给我，再一次，这次要荡大，荡的大力一点，不然的话跳不过去。再一次 ，Go， Jump， 我来了。哎呦，危险哦！嗨 ，Man， 你看不到我，你们只在乎你们眼前的食物啊！你们什么都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这边有个小人。哇，还要把它移动哦，真麻烦。小人在哪里？三角锥，你来了，抱一下。来，抱抱。嗯，哇，还亲他呢，用西沙宠爱他。那这个水管到底是干嘛的？可以爬吗？所以说这里根本是没什么啊，这边就是抱他用的而已，是吧？欸，他会跟着我吗？好像会，又好像不会。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跳着桶子吗？爬着桶子上去吗？没用啊，看样子只能爬桌或爬着椅子上面了，也只能这么做了，对不对？来吧，不要。我不好吃，啊啊！不要抓我！你看什么看？你走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啊！只是我们要小心注意一下而已。Oh my god！ 不要！你们这些恶心的恶心笨！这边的话，这个会抓我。不要闹了！我恨你，我恨大家，抓屁抓！哎呦呀，哎呦，弄破了，弄破了，哦，弄破袜，弄破袜 ！Oh my god, oh my god！ 哎呀呀呀呀呀！哈啊，死肥猪！哎，往这边跳吗？哎呀，怎么又掉下来了啦？Oh yeah, baby, come on， 再来呀，再来呀！所以说我这一道要怎么过啦？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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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喂喂！那，I got you。终于上来了，气死我了！游戏实在太好玩了 ，Good again。所以说往这边跳是吧？要怎么让我反跳呢 ？Fuck you！ 它的方向方式怎么是这样子的呢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先过来就对了。太好了，我终于上来了，大家就安心的吃啊！可以不要理我，你们可以无视我。完了，这里要怎么过？哪里搞？我靠！我刚还真的要爬哦。还是哇！他们看到我了。不要啊！我不好吃啊！哎，我到底是有多大的魅力可以让他们这样子啊？我不是很了解。我们这个魅力可以让他们这样子对我垂涎三尺吗？对不对？
我没有这个魅力啊 ！What the hell？ 啊，是有没有那么扯啊？还好是从那边醒来哈。再一次，等一下那个胖子会跑过来啊！不要，你连走路都不会了，你还想要吃我？笑死人了！啊，是不是连走路都不会了，还想要吃什么东西？你还想吃什么？你说。哎，在这里休息一下，体力够了之后就冲刺 ，jump。有，这个速度可以，可他快到了，他快到了，他快抓到我了 ，none。抓啊，在吃啊，啊，废物。然后呢？哼，这里没路可走了、啊。哦，可以走，跳这边来了。然后呢？我们看到哇，这边有一个肥仔，那个厨师死定了。No！ 上面那个怎么拿的？哎呀，先躲再说好了。我下面弄不来呀，叫屁叫啊，走开啊！躲一下，他绝对找不到我。嫩，嘿嘿嘿嘿，看怎么看？欧罗布，呵，笑你，什么东西掉下来？这马桶哎、欸，所以说这要怎么过？这要怎么过？一点提示都没有啊！马桶吗？爬马桶上面，看样子也是不行的。哪有你狗？打破玻璃！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哇哦，这么的酷炫炮哦！原来打破居然在隔壁就有东西可以过这样子。哦，那么厉害，隐藏式的门吗？上来了，上来了。然后再走这边，有了，非常好。哦哦，他在砍肉肉。哎，对啊，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顺势就拿这个啊，太好了，又拿了一个，丢。好的，我们那炸掉了一个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坐电梯了，上去 ，jump。原来这边是要躲避他的追击，然后再直接反过来坐电梯上来，非常好。那这边呢要做什么？感觉非常的不妙哦。点一下火，非常之不妙。我们可以往这边看一下吗？还可以。我靠，戴着面具睡觉，我也是醉了。哎，你好，可以让我抱一下吗？哎呀，让我抱抱，乖乖，你乖乖。哎、欸，这样子他们会跟着我、欸，哎、欸，对，他们会跟着我、欸，好屌、喔。哇，这边就没路可以走了。好，我们要走了。感觉我不想的预感这画面，果然，哎呦，全部都这样子 ，Oh my god， 太多了吧。哎、欸，你们是有病是吧？你们真的是有病哎、欸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哦、欸，哇！为了我暴走，我是有那么好吃啊、喔？不要！被抓到了！哈哈哈！我靠，他们根本就是弹涂鱼吧？是不是？我觉得如果我稍微停了，就基本上就是死了啦，所以我们不要停。一直跑就对了，不要有所畏惧，永远不回头，不管天有多高。哒哒哒哒！哇，他们越来越快啦！哦呦呀，各种挤、欸，太好了，这个倒下来，助我一臂之力。
那什么脸？不要！你们太扯啦！干嘛？全部都是我的粉丝，是不是？来啊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！啊，全部都是我的粉丝来着的，啊，不要这样打扰我嘛！把门关起来了。我本来是想要点那一盏灯，说啊，我肚子饿了，我的天啊，不行了，我要死了，各位八豆腰啊！啊呵，啊呵，怎么办？前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吃一下吗？不行了，真的要死了。早早不要吃，一定是昨天去吃的那个海鲜料理过期了，保鲜度不够，我快死了。这是什么？香肠哎！拜托给我香肠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哇！我居然把它吃了！我不吃肉，吃小精灵，把它这样嗑掉了，然后获得了能量。哇哩嘞！我的小精灵死了，太凶残了吧！所以说我到底是肉食性的还是草食性的、啊？哼，杂食性的。那谁？那个是那个。刚开始动画里面那个女人呢？那女人怎么在这里啊？这边有一个。哎呀，那女人到底是干嘛的？好像是这个船里面的主人，是不是？船主。所以说我可以进去跟她玩吗？试试看。有了，开门吧。Open。来吧，哦，到下一关了，什么？来宾区哦，过完了就是原来是来宾区，哦，也太麻烦了吧！来宾区，那我们现在到什么贵宾席是吧？哎呦，这边有人偶有人偶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就是各种人偶。啊，那眼睛在看我，看三小。哇，这么大的一个长廊，这个已经上锁了，过不了。上锁了，不能过去，所以我们只能往上走。走哪里？走这里，这边有一扇门是开着的，只能走这里了。他唱歌，哇，被发现了 ！Oh my god！ 嘿，man， 无代志，你所看见的全部都是假的。好，可以了。所以说我们是要怎么过？我们是要拿到该有的那个钥匙。我没看到钥匙啊！钥匙在哪里啊？把这打破好了，吸引他过来。钥匙出现了，躲起来！他来了。他没有来。他听到有声音，就他先躲起来了，是这样子吗？钥匙在里面啊，拿一下，快走！不要杀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不见了，该死定了！我觉得他等下要来刚我。不过在他刚我之前，我要把这娃娃给打破。嘿嘿嘿。爽！啊，他到底跑去哪里了？感觉好恐怖哦！应该……我靠，有被那个人吓到。奇怪，那个地方哪时候有个人偶了？我都不知道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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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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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开门，有了。哦，到这边来了。哇 ！Holy shit！ Oh my god！ 他看见我了，他来抓我了。不要！哈哈，是死了。干嘛，女鬼啊？女鬼。呜呜，嘿嘿嘿。呜，他等下肯定要来了。休息一下，恢复一下体力，喝了再上。好，有体力了，我们继续跑吧。他应该还会继续追来，我觉得没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啊，下一关啊？欸，没有，怎么那么多娃娃啊？这娃娃到底是干嘛的？欸，这很大欸，不是我要讲，这真的很大欸。可是重点是这个大道，我不知道往哪里走才是重点啊！它没有一个规范在。难道说爬这个吗？爬上来什么也没有啊！而且我怎么感觉周遭越来越黑了？是我错觉吗？还是往这边走啊？啊，让他休息一下好了，他没体力了。哦，又有体力了。他刚走这边上来嘛，这边没有路啊。哦，这边啊，这么大费周章干嘛啊？我的天啊，这么大费周章，然后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，而且是冲啥？浪费彼此的时间吗？这什么东西？方糖镜，好镜子不用吗？为什么会有个镜子？那是干嘛的？我可以把它弄破吗？干嘛？欸，他在那里欸，我看到了。Hello， 我在家，我拿镜子给你了。Oh my god， 你隐身了！我要让你看看你自己的丑脸，你就要被吓死了。What the hell？ 怎么玩啊？摸一下就死了啊？搞屁啊！啊，妈呀嘞！搞几拜啊？这镜子到底有没有用啊？欸，打不破的镜子。最好是我可以把那个搬起来啦，想太多了。这感觉就是有用啊，不然它就不会放在那个地方啦。我们尽可能走到那个中间的光源看看好了，我觉得才是重点。哦，尽量走这个地方。啊，在哪里出现？哎，哦，原来是可以这样子哦。啊，我好丑！他觉得他自己很丑，哦，然后他就躲起来了。再拿一次，在哪里？哪个光？哪个光？啊，来不及了，他出现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呀，休想过来！你丑死了，自卑啊！你玻璃心碎了吗？我好丑！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害我呢？好，另外一个在这边，来啊！我让你知道你自己到底有多丑，照妖镜！哎哎哎哎！喂，你超级丑的，哎呀，丑死你！啊，你是世界上唯一第一个被丑死的人，造死你，造死你！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哪里啊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干什么东西？哎！到底要照你几下啦？你的玻璃到底有多硬啊？哪时候才碎啊？你不要这么不死心好不好？你就真的很丑，连医美都没办法救你了。差一点，好，你家在，医美都没有办法救你了，整形也救不了你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还是去死一死好了。
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赢了，你也湿了，没有啦。哦，那这样躺在地上。啊、哦，我刚好又肚子饿了，难道我要把你给克了吗？非常好，好吃好吃。我快不行了，让我来把你给吃掉吧，让我获得你的体力啊、你的能力全部都归我了啊。该克该克了，别再起来了，该克了。哦，真的咬下去了。哦 ，Holy shit！ 我真的把它全部克掉了、欸。哇，死了！哇，妹子死掉了，这游戏里面唯一的正妹就这样走了，好难过、哦。现在是怎样？吸收她所有的日月精华吗？我继承了他的力量，是不是？我要救急进化，是不是？进化！哦，感觉越来越邪恶了，超级邪恶那种。借由吃掉他们，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力量。嗯，我还是看不懂在演什么，看不懂。等一下，我这是可以走还是不可以走啊？我现在坐电梯是吧？我现在准备回去啊！哦，我可以动吗？我可以动哎！哇，我把那个女主吃掉之后，我整个力量涌现出来，连灯都承受不了了。你看周围一堆那种颗粒悬浮，有没有？哇，好猛的感觉哦！哇，死掉了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是妈的看他一眼就戳起来，来啊吃我啊啊，不是很想吃我，来呀、啊，换我吃你们了，你们这臭家伙，他刚刚不是追得很勤，是不是？只要被我瞪一眼的人，你们的灵魂都归我了，我会越来越强，你们会越来越弱。你会变成我的精神粮食，行呢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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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个世界我主宰啦！还有谁比我更强啊？是不是？哇，门开了，重见天日了。该不会因为这样子，我成为了这艘船的主人吧？我可能成了这艘船的主人，而且我觉得应该要差不多要完结了。你看这种画面不完结，那很奇怪，叫什么？船主的妻所。哦，我们刚刚那个女主人就是这个船的船主，然后我把她克掉了，所以说这船主已经没主人了。我继承了她的力量，然后呢，我变得跟她一样强大。所以说，刚刚那些死胖子呢，就啊、被我吞噬灵魂。哦，后面还有小人欸。哦，这是看你弄几个，会跟几个是不是？我这边有三个小人，四个小人，啊、会跟着我走欸。拜拜，我走了。噔噔噔，好了，可以结束了吗？啊、哦，完结了，太好了，终于。太累啦！完结了，完结了一款游戏，非常 perfect。可以跳过这个该死的跑马灯吗？好像不太行的样子。ESC 不理我，哦，空白键不理我。嗯 ，OK， 游戏就这样完结了。那后续如果有什么彩蛋，我会再另外拍出来。如果没有，就算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新游戏再见啦，拜拜。